在这部影片中，您将会学到如何安全的、容易的添装的 petainerKeg。首先，跟着我们的安全守则，在使用 petainerKeg 时，填装时使用眼和耳保护。如果你需要更多的建议或资讯，请浏览我们的网站 petainer.com。确保你的填装头是正确的。填装有三个阀：让气体进入的阀、让气体进入的阀、阀里头的产品。开始填装之前，清理且消毒管子、petainerKeg和头部。完全滑动填装头到 petainer 配件，推下把手。下一步不是必须的，开启排除气体的阀，慢慢的全开让气体进入的阀，五倍的使用气压，在 1.5 和 2.5 bar 之间，关闭排气阀，等待 petainerKeg 压化，关闭阀门。理想中 petainerKeg 的压力会少过 0.5 bar。压力计可用于全部填装头，以控制反向压力。确保阀内的气体是关闭的，慢慢开启阀内的产品，产品会流入 petainerKeg。 调整排气阀来控制填装速度和泡沫形成。填装到所需的重量或水平，关闭排气阀，关掉阀内的产品，在上部保留空间，给非气化饮料，确保瓶内最终压力至少有 0.7 bar 或 10 psi。 接着提起把手和滑落填装头，清洗上部分，用提把手来安全且轻易地移除每个填装好的 petainerKeg。 情况允许的话，用露点以上的填装温度，或在置入盒子之前让瓶子适应环境，或用防水盒子，小心地提起和降低 petainerKeg 到盒子内。最后消毒配件和保护帽，从旁边的手动把盒子提起来。Thank you.